没有，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。如果我有翅膀，我就能飞；我有翅膀，没有，所以我也没办法飞。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来，给你。失恋喝啤酒，把到美味喝洋酒，我都还没开始，哪来的失恋？也好，留给你失恋的时候喝，起码有开始。 网络的感情啊，玩玩就好，千万别当真。毕竟虚幻的东西啊，是见不得阳光的。就让上帝的归上帝。哎，干嘛那么盯着？既来之则安之。您不是前几天才透过 BBS 约会吗？那是他朋友的店呢，舞蹈社需要一个自己的窗口，那种可以把舞蹈动作叠上去的网页，让他们招生用。好了，现在该我们为你们服务了，是跳恰恰呢，还是jazz吧？嗯，都好。走吧。看，芹菜，快来呀！ 快来呀，快来呀，不学不行，我飞扬啊！别记恨，我们教你跳舞，不收费的。来，你这么避俗，很难交朋友的。 你不是也熬夜没睡吗？所谓天涯沦落人，让我们同病相怜吧。我是熟女，又不是痞子，怎么可能跟你同病？我是无才的痞子，你是美貌的熟女。言语犀利，你看起来不太合群。态度敏感，你看起来不是很少出门，就是不食人间烟火，多半是象牙塔里的女人。 那么同病相怜的你，多半也是不知民间疾苦、枯坐在井底的青蛙喽。这么说，我们真的是豺狼虎豹的，掉在我们侏罗纪里。你一直都那么特别吗？我一直都很平凡，一直到遇到特别的你，我才变得特别。特别加平凡，就是特别的平凡。平凡也是一种幸福啊。 有时候能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，说说笑笑，蹦蹦跳跳，就值得珍惜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蛮前卫的。哼，既来之则安之。 会合适，哎，五六，七，就是他。哎，艺术学院的高材生哦。这个，其实实验剧场没有想象中那么闷，蛮有启发性的。你觉得需要启发的话，就叫你去巷口的礼拜堂。 一群人高唱，我有罪，我有罪，也蛮有启发性的。哎呀，没错，如果所有的修女都这么漂亮，信仰会更容易。哼，我就怀疑你哪来那么好的品味。
如果她是圣母玛利亚，那我给你天天祷告。祷告？这里要干净啊。哎，其实太早决定信仰未必正确，没有足够的社会阅历，很快就会受到诱惑，偏离信仰的真谛。每天祷告不一定是信仰，信仰不需要仪式。仪式可以让你不断的反省，使你产生信仰，所以只要你不断的做，是不是可以做出爱？真好，叫 Sunny， 小姐很美，叫 Beauty， 气质动人，叫 Pretty。走，跟我们一起郊游，就 Happy 啦。天气突然要变坏，叫 Rainy。这位男士长得太糟糕，叫 Ugly。你们来我不爽，叫 Angry。你们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抓狂了，叫 Crazy。走吧，哎，走喽，走吧。我确定你是母老虎，叫 Tiger。我们会看到麦子变黄吗？一定要让你看看网络有多虚幻。这里啊是虚拟实境的研究室，用电脑做出来的图像不但立体，看起来逼真，还可以配合你的动作做反应，像真的一样。虚拟实境做的再真还是假的？再这样发展下去，人可以跟电脑做朋友，甚至做爱，连感官的勾泡心灵一并解决了。只是在这样的世界角落，要想摸一摸真实的感觉，否则虚虚实实，你会搞不清楚自己做不做。社会，这是我的硕士论文。假如你能把躲在电脑后面的人揪出来，让他对着摄影机，坚持他在网络上表现的人格，重复他的言论，你就可能替他做一次心理治疗。这就是有趣的地方。借我看一下好吗？你这么投入，学这些东西大概花你不少时间吧？要不要一起研究啊？你采访青蛙，我来采访恐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蛮有意思的，正好可以让我做角色调查。你相信浪漫吗？女孩子都喜欢浪漫，浪漫带点不真实，依邂逅的程度而不同，越不真实的越浪漫，越浪漫的邂逅遇到的男人越讨女人喜欢。你真会说。举例，在夏天的海边邂逅的男子要跑步，要有粗犷的长相，要有粉红泛红的皮肤，要有海水般明亮的眼睛，最好还要有爽朗的笑声，然后一面呼喊女主角的名字，
吉娜，吉娜，一面朝他飞奔，再抱起他，逆时针转三圈。你在胡说吗？嫌我变得厉害？好啊，不说时间的限购，赶地点来限购。无人的山中，限购的男子一定要留长发，要带着一个画架，几张画布。这个时候，女主角也许脱光光的当他的模特儿，或者静静的欣赏他的专注。头上戴上顶帽子，有很多小鸟停在他身旁看他作画。我看你吃错药了。吃错药？好，画个比较文明的地点。酒吧中邂逅的男人一定喝烈酒，嘴里叼着根烟，最好还有双冷峻的眼神。然后女主角应该会被酒醉的人调戏，而他会适时的出面打跑这些人。浪漫，小姐，浪漫也许只是存在于小说中的情节，而现实生活中，在郊外跑步的男子，可能因为女主角太重，使他肌肉拉伤了，肩膀脱臼，或踩到玻璃被送急诊。在山中作画的男子，可能被旁边的小鸟拉屎在画上，或是闲光光的女主角腰后臀部的赘肉太多，被他毒打。在酒吧喝烈酒的男人，可能钱没带够，被留下来洗碗。你买单。先生，是不是没带钱？没关系，你可以洗碗抵账啊。看什么看？看你怎么样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或者是打不过人家，反而被别人给拿了。痞子，你跟浪漫有仇啊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认为浪漫不会真实，网络不会真实。痞子，你是个浪漫的人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你就是小鱼吗？你就是今夜星光灿烂，你跟我想象的一样，好漂亮。你也跟我想象的一样，一点也不帅。啊？他干嘛？哦，我哥。你还带你哥哥来约会啊？不是，大家一起出来见面聊聊天。刚好我哥要写一篇网络现象的论文。我们一起出来聊一聊，你不会介意吧？要聊什么呢？你拍这干嘛？继续。我想请问你，你期待在网络上找到的是知音还是玩伴？期待啊？我没有期待。网络上交朋友靠的是缘分，谈得来见见面，谈不来就换线，谁知道是真的假的？有没有幻想对象是什么样子？有没有性幻想？有没有啊？哎，有没有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上个洗手间。哎，快回来啊，等你哦。鞋了，就是啊，快窒息了，有没有地方坐啊？有没有位置？有，跟我来。哎，过去。哎，文文啊，哎，文文，这是新朋友啊，好像没见过。怎么，见异思迁呢？嗨，是见面欣喜。哎，走。哎，要喝点什么？梦。什么？啊，哦，马上来。让你来放松一下，不是让你放荡，试一下都不可以。你好不为之，我不想让人生留白。
也没什么伙伴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请我去呢？干嘛？我可能没办法参加新年舞会了。怎么了？都练这么久了，慢慢有默契了，为什么不去呢？我们这样太怪，好像在做招生广告。三种人，第一种人凸显被压抑的次要个性，第二种人扮演平时不可能扮演的角色，第三种人补偿遗憾，做他希望成为的那种人。你的名字叫轻舞飞扬，这说明你希望尽情挥洒，舞动青春，是心怀憧憬的第三种人。真有学问，说下去。那么你如果不是时日不多，就是即将老去。你相信网络可以找到爱情吗？哼！哎，为什么不约他出来？我不希望留下的回忆掺着泪水和遗憾啊。在网上就像在海上，看起来是个很广阔的空间，其实是封闭的。那种亲密是短暂的、虚幻的，回到现实啊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即使短暂，曾经拥有的甜蜜生活就是永远的甜蜜生活。我记得你，你是 HN16743352335，天真热情的那种，你还没学会吧？阿泰啊，把见过女人的身高体重做个编号，再以性格来分类。H 为 hard 热情 ，N 为 navy。天真 ，T 呢 ？Tender， 温柔。B 为 beach， 波浪。C 为酷，冷酷。交过几个女朋友啊？
你先说你交过几个男朋友。嗯，两个。既然你已经说了，那我不说了。为什么？听到你过去的情史，让爱你的我内心多了一份嫉妒，也多了一份痛苦。我不愿同样的嫉妒和痛苦加注在我心爱的人身上。你到底交过几个女朋友？我一生中出现了许多女孩，直到遇见你，我才发现她们都不曾存在过。交际费，有空再来找我。天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间。那不如我们就见面吧。我很怕见了面以后我们就不会在这么深的夜里聊天了。那我们可以在白天聊啊，我的豆子就不会夜来扒几只了。痞子，我就是怕你失望见光死。那有什么关系呢，反正我也不帅，同是天涯眉毛人，相逢何必太龟毛。讲话怎么那么粗俗。我是熟女耶。虽然是眉毛的熟女。痞子蔡，再给我一个见你面的理由吧。嗯，见了面你的网络情人梦会早点醒过来，我们可以在真实的世界交往啊。那我们怎么见面呢？你说。找一个亮一点的地方，才不会吓到你。那怎么认你呢？你喜欢喝咖啡吗？什么啊，赶快找位置坐啊。又喝点什么？真会省钱，也不问我吃什么。对不起，你想叫点什么？一杯大可，一份薯条。长得蛮斯文的嘛。你在骂人啊？斯文就是呆滞蠢的意思。你好像每一句话都有哲理哦。你长得这么美为什么要骗我？我说我不可爱，
没说我不美。你好像蛮喜欢咖啡色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过咖啡哲学？有，是一家咖啡连锁店。等一下轮到你，你再皮。我的穿着就是一套咖啡哲学，即使全是咖啡，也会因为烘焙技术和香、甘、醇、苦、酸的口感而有所差异。你看，我的袜子颜色很深，是重度烘焙的炭烧咖啡，焦苦，不带酸味。裤子的颜色较浅，就像风味独特的摩卡咖啡，酸味较强。我背心的颜色较深，是柔顺细腻的蓝山咖啡，香醇精致。喏，我背包的颜色内深外浅，还点缀着装饰品，就像是卡布奇诺咖啡，表面上浮着新鲜的奶油，再撒上迷人的肉桂粉，既香醇甜美又浓郁强烈。嗯，怎么你又宕机了？白宫一流，不说在下。君子输了就要认输。对，但是我是痞子，我也有一套流水哲学。水流会因为天气的状况和冷热深浅脏的环境而有差异。你看我的裤子，颜色很深，就像太平洋的海水一样，深沉忧郁。鞋袜的颜色稍浅，又有点泛白，像是飘着冰山的北极海水一样，阴冷诡谲。你看我的内衣更浅，就像是室内游泳池的水一样，清澈明亮。我的书包外浅内深，还有一条深色的带子，就像是澄清湖的湖水一样，表面浮着几尾活鱼，再加上两岸杨柳的倒影，既活泼生动又幽静典雅。恭喜你，你过关了。痞子，我3月15号出生，是双鱼座，你呢？11月13，天蝎座。问这干嘛？我想知道我们合不合。天下没有合不合的星座，只有合不合的人。为什么你老喜欢咬文嚼字？这样看起来比较有学问。你本来就很有学问啊，取个网名 JHT， 让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发音。免疫就是畜生的意思。真是的，不要随便作践自己嘛。来，我车在前面呢。我带你过去。走走不好吗？嗯。平常做什么消遣？看电影啊，武侠小说，偶尔看看电视。最爱看哪一类的影片呢？最爱看 A 片。美女也是会串人的哦。嗯，A 片指的是 American Film。 一片的假钞。哦，那我们一起去看 A 片好吗？好啊。咖啡色，蓝色。不爱听音乐会、歌剧或舞台剧之类的，美术展也不看。哦，音乐会会让我想睡觉，歌剧、舞台剧我又看不懂，美术展除非是美女图，否则不看。而且网络上有啊，真实又逼真，何必去看人家用画呢？哼，就不怕人家嫌你没水准？
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智也。我们不是说好要在真实世界里交往吗？哎，你愿不愿意学着欣赏音乐会、歌剧、舞台剧和美术展？怎么了？这样才可以陪我去看呢、啊。哎呀，快十二点了，王走了。你担心什么？担心我会变成狼人？今天又不是满月。你不知道，午夜十二点，灰姑娘是会变回原形的哦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留下一只鞋子，我自然会去找你啊。恭喜你，痞子蔡，你可以正式约我了。上最会掰的人了。假如在荒岛上只剩下两个人，你一定希望另外一个人是他。妙事一箩筐，日子好过多了。恭喜你了，找到了青蛙王子。对了，你妈在里面。妈，哦，你回来了。妈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说来就来了？干嘛又换床单？这种是有特殊防螨效果的，医生说啊，对有过敏症的人最好了。何必特地跑一趟？进来不就好吗？你那么久没回来了，看看你都不行啊。你该去检查了。医生说药不能停。才不要，吃那个药人都变得很肿，哪里都不能去。荆轲呀，荆轲，你居然还活着回来，秦王的头呢？哎，纵然你有百般武艺，掉进侏罗纪公园里，还是逃不出恐龙的魔手，可怜哦。轻舞飞扬，它不是恐龙，它是美丽的蝴蝶。嗯，它是 S 型的女孩子 ，sexy， 嘿嘿，不错，你开窍了。S 型是 smart， 不是 sexy。我还想知道怎么 S 型，他念哪个系的？外文系。他可喜欢出问题考我。自从小平那届毕业以后，外文系就越来越没有搞头了。况且在我的管辖区内，怎么可能有我不知道的美女？你没有听过一句话，江山代有才子出，各领风骚好几年吗？不过美女也挺可怜的，真是现实生活版的 Beauty and Beast。我是 Beast， 那你是什么？我比你少个 A， 我是 Best。3:15了，你睡了吗？看样子你比较喜欢网上的，还在找网络上的痞子蔡。那你在找另一个轻舞飞扬吗？是不是觉得遇见了青蛙？我喜欢听你胡扯。如果你是知音，那我就天南地北、口无遮拦地说到你开怀大笑了。那每天的3:15，我就上线听你说故事喽。It's okay. You make it up for me.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
不过我会补偿你的。迟了就是迟了，有些东西是补不回来的。哎，嗯，为什么那么喜欢向日葵？我羡慕他又简单又需要毅力的目标，可以在太阳下灿烂地活一辈子。防晒油也不带。喏，这一阵子你老在大太阳底下跑，你晒得起啊？好不容易奢侈一次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最近好像很少用我的红内裤了。哼，自从小玉甩了我之后啊，妈的，来找我的总觉得都是恐龙，或者是想学几招的二八六，我都快变成牛郎了。哎，害我只好鼓紧的去看电影、看芭蕾，陶冶性情。那你知道有什么电影可以带美美去看吗？哎，最近有一部电影啊，讲的是一艘沉船的故事。男女主角啊都不肯舍下对方逃生，最后男的提着不知沉到海底，女的到老的时候啊把一串值钱的项链抛到海里来悼祭他，女生眼泪的终结者呀。你是说铁达尼号？哎，没错啊。哎，不知道谁说的，看这部电影不流泪的人就是不重感情。我带小鱼去看，他哭得死去活来的，结果甩我啊，就像甩鼻涕一样。对不起，接过一下。来，哇，这么多人啊！太多人了。哦。你在外面等我，我去买。不要，让我陪你，我不想一个人。可是我怕你无聊啊。跟你在一起怎么会无聊呢？好，走。我也同意。别担心，今天我是不会跟你抢着付钱的，我给你这个荣幸。这才是我担心的。Jack.